所不在，人的心是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飘向未来，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，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谁不会忘，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一凡，有那么多人来看我，就你没有出现。我知道你不想再理我，不交我这个朋友。等一下嘛，你听我讲完嘛。这个玩意儿，你认为那些围绕你的人，爱去看你的人，是因为看得起你，还是认为你有利用的价值？我不知道啊。有人想采访我啊，他们说叫我趁着这股新闻高潮的时候去拍戏啊，拍广告啊。又有人说我身材好啊，叫我去出写真集，说好赚钱。答应了吗？那些找我拍戏拍广告的人都只是说说，连行动也没有啊。那至于其他的，陈世英只准我接受访问啊，不准我拍写真集。总算有点脑筋，没有轻举妄动。哎哎，等一下啦，那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是不是不想理我了？不想交我这个朋友？邱总，我们一起苦大长大的。从前你当街跳脱衣舞，进出派出所的时候，我也没嫌弃过你。那你穷。你付不出房租来，我也没不理你过。
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看你？你害怕被这些新闻卷进去哦？我放你个屁！我是这种人吗？我是在怕你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变了，你从这里开始变，变得觉得让我感觉到很陌生，你知不知道？从前你再穷再苦，但你不会说谎话，永远乐观进取。你虽然满口三三八八的脏话，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，但是这永远遮不住你内在的赤子之心。你有热忱的心，有正义感，叫我忍不住想多接近你，交你这个朋友，甚至到最后让我忍不住爱上你。可是现在呢？你现在脑袋瓜里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着不择手段的去成功、去发财，即使踩在别人头顶往上爬，你也在所不惜。这是我认识的廖秋桐吗？不是，是那个傻里傻气的廖秋桐吗？不是，是那个哭声笑声都会惊天动地的廖秋桐吗？不是，我的廖秋桐他不见了。啊！现在既然有那么多人包围着你，那我又何必厚着脸皮去缠着你？所以你不想要我，你想跟我绝交哦？不是啊，有我这种啰嗦的朋友在你身边，对你的前途来讲，不是少了很多牵挂吗？可是我很寂寞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！廖秋桐，廖小姐，你客气了。我在报上看到有很多大老板给你买汽车、买钻戒，哦，还听说有人要养你啊，不得了，你现在是最有身价的女人了。我，不快乐，我一点都不快乐。啊，那些新闻讲的也很夸张，我连一个有钱人也没见过。这不是你说想要的吗？当初你叫那个陈世仪帮你打这个官司，你不是就想一夜成名，成为一个名女人吗？好啊，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啊，你不要再骂我了啦！我求求你不要再这样说了啦！我宁可你打我一顿，我也不要听你说这些阴阳怪气的酸话。在这个天底下，只有两个人最了解我，一个是婉莹，可是她已经嫁给陈世英了，我又不能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去找她。另一个就是你了，你却离我越来越远，眼看着我名字都不肯拉我一把。吃了吗？真的有这种感觉吗？你觉得这种生活不是你原来想象中那么美，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头？我怎么回头了？我怎么回嘛？就像我想走回头路啊，让那些记者、外面那些人，他们会忘记我啊。我走在路上被人家指指点点的了，就像你说的，我是变了，我外面变了，我里面没变呢。那你把这身衣服换掉，恢复你原来的本色。我试过了嘛，当我照镜子，我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，就已经不是当年的廖秋桐了。一凡，我该怎么办嘛？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办。周小仙叫我去撤销告诉，他说他的小孩是无辜的，无端被人歧视。我那时候怎知道会这样啊？我恨周小仙，我恨丁可为，可是我又不恨他的小孩。哎，叫我放过他，我也不甘心啊。陈世英也不会答应啊。
我建议你会听吗？你说啊。哦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好像不会完全听我的话。你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清醒的大白痴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见婉英，要她给你一个很中肯的建议，好不好？她是陈世英的太太啊，她会帮我。廖秋桐，廖秋桐，我看你完了，你连婉英你都会怀疑啊，你真是完蛋了。你以为天底下都像你一样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啊？婉英身体一直没恢复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因为拿那个小孩啊？那，哎，不要谈这些了嘛。秋桐，好一阵子没有看到你了，你知道吗？石英都不许我去打搅你。一凡跟我说你要见我，我听得好开心啊。跟我讲，你最近过得好不好？陈世英没有告诉你，他比较少提到你个人，多半就说些有关案件的。你也知道，他这个人不太把公司混为一谈嘛。他有没有跟你说那个官司进行到什么程度了？再等开侦查庭吧，检察官这几天。会传讯丁家的人，听说对方找到了不少反证，情况可能没有想象中乐观。我说吧，我说吧，我就说吧。一凡，那你要我怎么办呢？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嘛？那个钟小千要我撤销告诉。他就会答应我所有的条件，陈世英又叫我说一切交给他去干学，去斡旋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。那你呢？你应该更明确自己的心意啊。世英再怎么说，也只是你的代表律师，他还是应该照着你的心意去斡旋。我现在已经六神无主了，我只希望那个官司赶紧打完就好了。这就对了，你就明明白白告诉那个陈世英，叫他把这个官司早点结束。你自己想想看，这件事能全怪得了人家丁克伟吗？当初是你在婉仪的面前，还有在我的面前，说是那个丁克伟他老婆得罪你，你只是想把他给气走，然后再登堂入室当个贵妇人，叫我们仰着脖子看你，你记得吗？那时候我是这样想啊，我怎么知道现在事情会变成这样？可是明明是你在，是你去诱惑人家丁克伟在先呢。玩火自焚，当然会被火烧啊！没把你给烧死，还斡旋，斡旋个屁呀！我。还有，当初人家给你钱，你为什么没拿？是嫌少，还是想吃大开口？一凡，少说一点。可我后来就后悔了，我没有收那些钱，是因为我心里忽然想到你，如果我收他的钱。第一个看不起我的人就是你，所以我才没收他的钱呢。那你现在又想怎么样？啊？这所谓条件，这条件就是利益输送嘛。你这样做，我就会高兴，我就会赞成吗？现在不同了啦。丑闻都已经闹大了，反正你也不会娶我了啦。那没钱怎么办？我穷怕了，我不管了啦。笨啊笨啊，不是普通的笨啊！你放开我了，秋桐。你告诉我，如果官司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到原来的日子吗？不知道，坦白说，以前日子虽然很穷，可是
很快乐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是啊，再说我又不会苦一辈子，想要赚点钱还不是你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什么啦？我将来赚的钱是你的。你赚的钱是我的，你还是要娶我？靠你妈！说我笨，你才是天下最大的笨蛋。我这个女人，你都还要我？精病疯子！我不要你，谁还娶你啊？难道让你去当乞丐？我以前说要娶你，那也不是说着玩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廖秋桐，你给我听好，我王一凡可以娶一个傻子，可以娶一个笨蛋，但是我不会娶一个心肠不好的聪明人，知道吗？喂。清醒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我要找陈律师。陈律师到高雄去了。廖小姐有事吗？我要撤回告诉。为什么？啊，这件事我想通了啦，我也有错啊，我活该，那我认啦，算我倒霉啦。可是陈律师现在人不在，你要不要再考虑看看，等他回来再做决定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应该是今天晚上，不过有的时候会 delay。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是有的时候会延误了。不行啦，我不想再延误了，我已经受够烦够了啦！你要设法找到陈律师，你告诉他，如果他明天以前没有想办法帮我撤销告诉，我就自己去办。哎，廖小姐，廖小姐，鬼呀！我刚才去律师楼了，我决定撤回告诉了啦。不后悔，失去你，我才会后悔。好，那我们来好好计划计划。计划什么？计划怎么样进行婚礼啊？那我们要找什么样的男女当宾相，然后要请多少客人，还是我们干脆到法院去公证啊，又省时又省钱，多好啊。对哦。哎，不对。怎么又不对了？不行啊，我好不容易才嫁掉，哎，这不让天下人知道好像有点划不来啊。对对对啊，这事不能草率。哎，你今天有事吗？天大事都不管了。嗯，那好，待会我要到工地去打拼，你就陪着我去，啊，扶苍蝇扶水。嗯，走。啊。据我的调查，这两年来陈世英的名声啊是闯出来的，不过他的应酬大，事务所的开支也多。经常就会有入不敷出的这种窘境，像这次廖秋桐事件，他在中间就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。本来廖秋桐周边的人都不希望他提出这次的告诉，可是陈世英却是一个怂恿者，这其中的原委，哎，就值得玩味喽。啊，那您的看法是？还不是想借着伸张正义的名义来个名利双收吗？等等，
真的？我刚刚得到个消息。这真是天赐良机呀、啊！廖秋冬不晓得哪根筋不对了，今天早上跑到律师楼要求撤回告诉。真的？那个陈世英答应了。陈世英现在人在南部，事务所的人正在跟他联系。爸，那既然对方要撤销告诉，这个事情就可以告一个了结了。我美国不用去了吧？我在想，那笔旅费是不是可以拿出来送给秋桐，当做一个赔偿？赔偿？赔偿什么？亏你说得出口，我的损失谁赔偿？可是小仙妹已经答应人家了。错了，我没有答应他什么，我只说他提出的任何条件我都答应。问题是，他更没有提出任何条件。丁克伟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到现在还对他有感情，想跟他藕断丝连？钱嘛，当然是我要花了。不过我是个商人，我所花出去的钱都必须要见到回收。廖秋桐他自不量力，敢在我的头上拔毛，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子。这个仇我不能忘，我也不敢忘。早晚他一定会得到教训。至于说这个陈世英大律师嘛，阿荣，是董事，打个电话给各大报馆，就说好戏要开锣了。马上去办。爸，事不宜迟，这次的事情必须要在陈世英回来之前部署完成。陈世英让我们周家的人出风头，天天荣登社会新闻版里。嘿嘿，这回我也要如法炮制，我让他尝尝各种滋味。小健，我们照原定的计划进行，你到银行里面取50万现金。是。志涵，准备现金。帮帮你叫我吗？哎，是。我们认识吗？我知道您是陈律师的岳母，这包东西是陈律师的，请收下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清楚，陈律师也没有交代，他只有我将这东西送到家里来，我刚要按门铃就碰到伯母了，那就麻烦您了。他人不是在南部吗？是啊是啊是啊，他说他今天晚上不能赶回来，要我转告伯母一声。哦，那就请伯母牵手一下吧。把这包东西交给我，说是世英叫他拿回来的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哎，我们要不把它开来看看？这个我看还是不要好了，新的东西如果我们碰了，待会儿他又不高兴了。对了，他还说啊，世英今天晚上不回来，那晚上只有咱们母女两个吃饭喽。是。我要吃炒年糕。你家孩子好，我去接。喂，找哪位？啊，一凡呐，啊，真的，那恭喜你了，恭喜你，也恭喜他。哦，婉仪啊，婉仪他在啊。
世英她今天晚上不回来了。不要，我不想出去，要庆祝，你们去庆祝好了。真的，这样好了，我叫婉仪跟你说好了。一凡的电话啊，他说秋桐现在在他那儿，他们准备结婚了。真的，一凡，真是太好了，好为你和秋桐高兴啊！啊，哎呀，不了啦，我不出去了，我不想就像我妈一个人在家里。哎，一凡这样子好了，你们来我们家嘛。嗯，诗英今天晚上不会回来，我们大家可以好好聚一聚啊。好，就这样说定哦，我们等你们哦。再见。你约他们来了。嗯。妈，我们家好久没有热闹热闹了。哎，我要去炖汤，秋桐最喜欢喝我炖的汤了。哎，妈，你不要忘了我的炒年糕哦。会的。童子，大红豆。第一步算是完成了。我刚才跟这个高军的朋友联系过了，陈世英的确是在高军，事情已经办完了。他搭今天晚上9点半的飞机回台北。回台北？那怎么行？魏家按照董事长的吩咐告诉陈立社的岳母，说他今天晚上不能回家。哎呦，这个回台北并不表示一定要回家嘛。哎，小夏，咱们现在就去吃饭。等吃完了饭到机场刚好就接到了。爸，你真的那么有把握啊？哎，当然了，这个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。今天晚上一定要盯住了他。哎，记者通知了没？都联络好了。嗯，我要给他来个瓮中捉鳖，只要报纸上登出来他收了被告的钱，撤回了告诉，他想翻身都难。能不能来？婉仪，你喜欢的炒年糕。妈，你坐下来啊，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子聚了。真的，好久都没这样聚了，好像又恢复到婉仪结婚前的模样。嗯。可惜你宋伯伯不在。妈。宋妈，宋伯伯在，宋伯伯他随时都在，他在天上照顾你。哎，宋妈，你又煮我最爱喝的玉米火腿汤啦！我妈说你是她的手背肉，所以不能亏待你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大家来喝一杯。一凡，秋桐，恭喜你们啊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恭喜你们！谢谢。日子定了没有？我希望是越快越好。我希望过了明天以后再决定。为什么要过了明天？我这边有黄历，我可以帮你找日子。妈，秋桐的意思是，他希望等明天把案子撤掉以后，心情比较平稳啊。对呀，有官司在身的话是比较麻烦。等官司了结了，可以安安心心做个快快乐乐的新娘，对不对？不知道诗英会不会反对？我们现在先不要管诗英嘛，这件事应该是以当事人以秋桐的心意为主啊。对了对了，当然应该以秋桐的心意为主。来来来，大家来吃菜，别客气。来，宋妈。我和秋桐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想请你为我和秋桐做主婚人。哎，妈，宋妈妈，我一直就当你像我的亲生妈妈一样。我妈死得早了啊，我也没有其他亲人了。宋妈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要不然将来他欺负我的话，我连个娘家都没有。哎，我欺负你？
你不欺负我就好了。你不会啊，宋妈，你看嘛，怎么样嘛，宋妈妈。好了，你别吵好不好？听听人家宋妈愿不愿意啊？愿意，愿意，我当然愿意啦。谢谢你，宋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也一起来。来，快来吃菜。是你回来了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哈。你们谢我什么？哦，这个年轻人真是明是非呀，我这么人真是佩服。走走走，我请你喝一杯。对不起，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哦，廖小姐那边的事情啊，是完完全全通通都解决了，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？那我们找个地方吃个宵夜，好好的聊一聊。以后呢，我的企业和我的公司都要仰仗你很多呀。走走走。对不起，周先生，以目前的立场，我应该是保持距离，一切等这个案子告一段落再说吧。对呀，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接你的。你想想看，咱们两个人不碰面的话，那么这个案子怎么结呢？再说你陈律师做人做事都那么漂亮，我周某人也不能不上道啊。哦，对了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边走边说，好不好？走走走，边走边说。哎，婉仪，我们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了。以前啊，那种快快乐乐、无忧无虑的日子啊，好像已经是很远的事了。其实呀，这世界上我最羡慕的就是宋妈妈了。以前有宋波呵护，现在有婉仪孝顺，女人一生如此，那算是幸福的啦。那只是看表面的，宋妈心里面想什么，你怎么知道？婉仪应该知道。婉仪，你说。我妈妈，她今晚上真的很高兴，我好久没看她这个样子了。秋桐，因为她真的很关心你，她是为你感到高兴。可是，我总是不争气，还闹这种丑闻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过去的事情呢，就不要再想它了嘛。你就当着不小心踩了一堆狗屎啊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现在重要的是，嫁给我之后，你就不要再去提这些事情了。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，也不必庸人自扰。可是，一凡。我还有个心愿未了啊！我没反对呀，又不是说你嫁给我之后我就会限制你的发展。我知道你这个人啊，你不喜欢完完全全依赖我，希望靠你自己在外面闯出个名堂来，对不对？秋桐，难道你还想继续拍戏？那当然了，哎，这也是我愿意撤销告诉的原因之一呀。嘿，反正现在有人找我拍戏啊，我干嘛不多赚点钱啊？那。对婚后生活也不无帮助啊，那个丁克文算是便宜他啦。哎，你是怕我瞧不起你啊？不是，一凡，我知道啊，你把卖了那艘废船的钱全部投资在开垦土地上面了。那我是你太太啊，如果我能分担一些，有什么不好？哎，请你搞清楚啊，你如果为了兴趣要出去拍戏，我不反对。可是你如果说要为了赚钱来报答我。廖小姐，谢谢你，免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嘛？好好的拌起嘴来了。一凡，一凡，不要这样嘛！秋桐刚刚说的都是他的一番心意啊。心意？啊。什么心意啊？这叫财迷心窍的心意。我看他到现在都还没真正的醒过来，他以为拍戏可以赚大钱呢，赚大钱啊！我问你，有几个演员赚大钱呢？啊，你自己告诉我，你说啊，你说不出来是不是？不要说，不要。我告诉你啊，有多少这个明星梦做不成的人变成流浪街头？
廖秋桐，廖秋桐，我看你是个廖秋影啊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。我执迷不悟，哼，我才明心窍啊。你只差没骂我爱慕虚荣了，对不对？王一凡，你为什么从来不肯静下来听听我的声音？我不去告丁克维，哎，不是因为我心里不恨他们，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的心胸，哦，放人一马了。我是为了要听你的话，我被你感动，我不想失去你嘛。是你要我白白放弃成功的机会，我会不甘心啊，我不快乐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吼，你听听，你听听。他到现在还认为拍戏是唯一成功的机会，我看你是受的教训不够多。我就是受过了教训啊，我才更懂得机会得来不易。哼，我现在不是去靠别人呢，我是靠我自己耶。哎，有人找上门来，有人要为我开镜，我干嘛不拍戏呀？我放过丁克伟，不求他们赔偿一毛钱，可是我凭现在这股风潮去赚点钱，有什么不好？那是凭本事，凭机遇，要我白白放弃机遇呢？我不要了，我舍不得。好，那你现在是嫁还是不嫁？嫁，我戏要拍，我钱要赚。如果两者你只能选一者呢？哦，你真是不讲理，你在逼我做我无法选择的事啊！因为我比你看得清楚，我头脑比你清醒，你绝对不能在这种风潮之下去拍戏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因为会有无法预估的伤害会接踵而来。你怕你我连累你啊？你怕我连累你是不是啊？我是这种人吗？我要是怕你牵连的话，我会再三跟你求婚啊。我是在拉你，我是在救你啊，我想跟你真正的幸福，你懂不懂啊？个猪脑。原来搞了半天你是在拉我救我，你他妈，你以为你谁呀？你就真的能给我真正的幸福啊？王一凡，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你了，我不要你撕扯怜悯的爱情。我今天只要不能跟你平起平坐，我绝对不会嫁给你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不后悔？乌龟王八后悔。好，那我就随你去死。你以后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苦头没吃够啊，你是不懂得珍惜人生的。哼！哎，妈，你就这样走了，你们两个。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。请问，你们打算带我到哪去？我是诚心想跟你交个朋友，请你到我的别墅里面去坐坐。对不起，本人认为此时此刻到府上打扰非常不妥，有事情谈条件可以在车上，或者送我回家。怎么了？车子大概抛锚了，我下车看看。爸，怎么办嘛？哎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汽车出了毛病呢？是啊，人家陈律师急着回去，车子抛锚怎么办嘛？哎呀，你催什么催嘛，马上就修好了嘛。哎，问题大不大？修不修得好？可以修得好，没有问题。爸，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？陈律师要急着回去。哎呀，车子马上就修好了，你催什么催呢？陈律师，真是抱歉，你看我的一番盛情美意被这个车子给毁了。这，哟，
现在都12点了，那外头叫不到车了，怎么送你回去啊？人家陈律师夫人在家一定等得很着急。陈律师啊，你要不要找个地方先打电话回家？哎，前面就是饭店嘛，老弟，我陪你打个电话去，走吧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周总，我看我不必打电话，我自己叫车回去了。不要那么急，不要那么急嘛，我还有话要说呢，你只给我一两分钟。好吧，你说。说起这件事情，我还要感谢你的帮忙啊。这个廖小姐明明白白的跟我们表示过，她要撤回这个告诉。之所以迟迟没有办，就是要等你回来吗？哦，有这种事啊？哎，当然喽，这个穷孩子嘛，钱拿到了手，气就消了嘛。哎，你又何必把这件事情扩大呢？钱到手，你们给他钱？这是我女儿跟他的交易啊。哎，据说王一凡还插了一脚哦。难道这不是你的功劳吗？难道说这不是你的帮忙吗？我还打算呢，等你到法院去把这件案子给撤销了之后，我要好好的补偿补偿你呢。哎，周董，恭喜你啊！你们在搞什么？哎，这你要问廖秋桐啊。爸。现在他们几点钟了？你不回家，你跑到我这来干什么？哎，你真没回家？我的行踪你知道的，每一件事你都知道的。廖秋桐呢？不在。他不在他家，不在你家，他会到哪里去？这么说，你真的没有回家？我有没有回家跟你有关系吗？难道廖秋桐在我家吗？难道这一切？晚夜有关，晚夜有关插一手。陈思颖，我不知道人家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发生了些什么事情。我只知道秋桐他要撤销告诉，他心里很高兴，今天晚上在你们家吃了一顿饭而已。什么？真的跟晚夜有关？他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什么意思吗？陈大律师。我劝你最好冷静一点啊！秋桐要撤销告诉，跟尊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是我的主意。至于晚上到府上去拜访，那是想请宋伯母当我们的主婚人。人要结婚了，怎么？这你原先就知道的，何必如此大惊小怪？你不是常常说，我跟廖秋桐是天造地设一对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得了多少利益，占了多少便宜？那你在说什么？你。再动一下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是文人，我是大老粗，我脑筋比不过你。可是我的拳头，我不会输你啊！我，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？你，好，王一凡，你狠你厉害，你一直按兵都向我报复，你想不到万一扯我后腿，这有什么光荣？只不过你吃晚饭的货色。陈世银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你给我说清楚。吃什么软饭？我扯你什么后腿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难道你认为秋桐撤销告状是我的主意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没错。原本我是不赞成这个官司，可是你后来口口声声告诉我，叫我不要管这件事，后来我就没管了。
一直到秋冬他来找你去干什么？他告诉我他迷失，他不快乐。这个丑闻越吵越大，他生气压力越来越重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你干脆不如想开点，嫁给我算了，把所有烦恼都抛掉。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你为什么不说秋冬拿了一笔钱来找你呢？王一凡，我早就怀疑你了。那天好端端的你带着丁天来找秋冬，说不定这种交易你早就在暗中插手，把价钱谈好。 等我去高雄的时候，你才完成交易。陈世英，算了，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，我花的心血，花的时间，我也认了。不过，我认清了你，认清了廖秋桐。你告诉他，明天一早我就到法院撤回告诉，以后他有任何差错，不要来找我陈世英，我跟你们两个无关。 婉仪啊，一凡啊，秋桐还在吗？秋桐在，你要跟他讲话吗？我不跟他说了，我跟你说好了。哦，陈世英刚来过，这事情好像不太对劲儿。世英去找过你，他人呢？他为什么不先回家来？婉仪，你先听我说，陈世英是突然来的，他好像听了什么谣言，非常的生气，那一口咬定我和秋桐收了丁家的钱，好像得到什么好处一样。 他现在人呢？刚走。婉仪，我发现这件事不是那么单纯，背后一定有人在施诡计，自己要小心一点，我不希望你受到牵连，受到伤害。任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